赤龙御太空，龙啊，这个就是这句话你懂吗？懂了。静止感。对，啊，就是睡着的龙，把睡着的龙唤醒，御太空，驾驭太空。哎，高姐。这句话你不懂，我懂的。岿然各大风，岿然不懂，不懂。岿然就是，首先把大风，搞清楚。啊，大风是刘邦，的诗。刘邦有他的诗是这样说的。刘邦，大风歌，大风歌，岿然嘛，就是高高的立着，这大风歌是怎么说的呢？就是刘邦，回家乡的时候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未嫁海内时。回故乡，安得猛士是守四方，这是大风歌，就这三句话，对，都是气势磅礴的，要镇定四方。刘邦是汉高祖啊，一点有名的皇帝啊。岿然各大风，就是毛泽东啊，高高的，竖立着，这里，唱这首大风歌，大风歌就是，对，是汹涌，比喻啊，马上豪情激荡，他骑马的时候写了好多诗啊，豪情激荡，陛下震土雷声，他在震土过呢，陛下都是雷，他那个陛下了，今日长吟这首，何时佛手苍龙啊，他又写了好多诗，气壮河山进鬼月，他的气壮山河了，正是鬼都害怕，进鬼月，千古雄奇都华宫，这个千古雄奇是千古都没有的，都华宫，就是瞧着华宫嘛，是指天宫啊，天宫，文坛召集风，文坛召集风有哪些风呢？诗人，书法家，军事家，战略家，多了不得了，文坛召集风，毛泽东了不起，是个伟人。赞扬毛泽东的诗词很多很多，我就这一首一赞，喜赞，喜欢这首，很有气势，概括的很好，态度，